力是不大哈。你的子宫是后倾的，这个我们那时候取卵的时候就有呼吸那个模拟考过了哈，就这样有点垂直下来哈。这是这里面，这是胚胎，1.62公分，所以这个位置是在靠近外面是不会怀，再下来一点点会外孕，所以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哈。那下来就是说，即便是染色体正常，它的着床率也是67%哈，所以这两颗希望乖乖的躺在你的子宫，不要乱跑。那不晓得弟弟还是妹妹，我好像给你第三个红包了哈。我昨天有写双胞胎这个字眼吗？没有，我就写好运，因为今天才，我昨天还不晓得几个染色体，我本来是说7颗，我估计会有4颗。在我们的推演当中嘛，两颗，我知道你要一胞胎而已啊，但是因为没有染色体检查，所以从没有怀孕到一胞到两胞都有可能。我们希望这一次就结案。看一下，如果没有怀孕，过期有补助，希望不要用到补助。祝你一次成功。好，我送你乖乖，叫你的小孩子不要乱跑，乖乖，你知道乖乖的典故啊？哈。好，希望1号跟6号不要乱，计划在这边，好。